嘿、hey, 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，好久没有做爆浆蛋糕了，那我们今天做一个，正好我儿子天天嚷嚷着想吃甜甜圈，我又不会做怎么办，那就来一个会爆起来的甜甜圈吧。去隔壁老王家拿了一个圈圈，我们来按成一个甜甜圈，你们看正了吗，按下去，哇，看来要用力气，好，应该好了，搂起来看看我的甜甜圈能不能弄得完完整整，哇，好圆好漂亮，那我们就上奶油吧，看看我准备了什么颜色，当高贵紫，你们喜欢紫色吗，我还是很喜欢紫色的，我们一半一个颜色吧，哦，这上去就先在前面来了一块，颜色有一点点的冲动，小小的冲动，好，来我们换下一个颜色，都挤出来，下一个就来一个开心橙，看到这个橙色的你在这个年假当中可一定要开开心心，好运来哦，哇，不知道能不能上对位置，哎，手有一点点抖，我心里想着我儿子，我觉得我能把位置涂对，哇，开心橙要溢过紫色了，哇哇哇，过去了，真的溢满掉了耶，我不喜欢浪费，我喜欢都放上去，那么我们再放一个我儿子喜欢吃的甜豆豆，这边是紫色，这边撒这种甜豆豆，然后我面前呢放的是开心橙，开心嘛就要有金色金灿灿的好运，放在这里金豆豆，哦，都吃下去了呀，看这里会不会陷下去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抱它哟。